家是张慧君在直播就可以关过来看一下从上班已经留意找事一个还会等进入团的心智对吧从上班已经留意找事一个还会等进入团的心智对吧啊这边说呢找事一个还会等把他的方式的让财政纪律有会执行啊比如让蒋世家还会等进入团的先行来宾啊就是先生也让他家平安所在地给他公平到我们看不如就等于说呢更加得得勇敢今晚我听过公平无情下礼拜就来红梅啊对这名下是谁啊就让蒋世家还会等进入团就是先生先行来宾举手喜欢祈求平安欢迎有机会跟再来公平的进入团办当下公平当下这是张慧君在前路游客广播台啊要来请咱马沙岗李姓中进入团马沙岗李姓中进入团啊所有先行来宾今天工作人员现在公布后啊就是说希望用公布的参加来移动啊中间要来上课谈哦啊那上课这个时间是十一点十九分啊准时啊要来开动现在呢马沙岗李姓中进入团啊所有工作人员一定啊先行来宾开始报上就是说希望用公布的参加来移动啊那上头用我这个地点哦啊你可以知道公布的价对于一栋新的大楼啊这昆西楼会换的一楼哦啊并且呢我也想到你心中进入团的情形来听现在的公布啊告诉你的公布价对于一栋新的大楼啊昆西楼会换啊来用午餐感谢各位参加也欢迎各位公平这是的分析在天赋中被工作来好家人来自追拿转发立卡三日前的金融团是一点钱的用好的我想恭喜这个小兵店大家准备的各种会上抓住一些钱的用啊真实的告诉我们谢谢吧家人来自追拿转发Yeah.